各位朋友大家好，那非常感谢各位哦，不管您是在礼拜五或礼拜六礼拜天收看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哦，我们在上个单元里面提到，就在于金融市场哦，您在做指数操作，或者是你在做股票的一些买卖，真正的目的不在于追求胜利啊，而是什么关键？怎么样让自己在市场维持不败？你说不败，哎，很难哎。就说我不管是股票买卖、指数操作、多空变换不定的过程里面，我不能失败，那不能用嘴巴讲的啊。你再怎么做，所以很多朋友到后来不就衍生出？利用各种技术分析的方式吗？好，所以我们刚刚在上一个单元里面提到，其实最简单的也单纯的效率最有效的就叫同时指标了，因为它最公正，你也不用去改什么参数值，也不用去做什么设定，都不用，你就看交易量，那它也骗不了你。为什么？因为所有交易量发生的结果都是从交易所去统计所有的买卖那公告的嘛，这是最标准的、最公平的，也没有比它更公平的。就好像是我过去我在做当冲教学，我说你当冲，你第一个步骤是什么？你要有标的啊，你没有标的，我肖耀明，我今天事后哎，这一档不错，挑这一档股票来讲，这个公平吗？这个公平吗？这叫画箭射靶嘛。那你当冲要先有标的，再来谈你的策略吧。那请问你，那标的哪里来？又不能自己挑，对不对？好，我们的讲法就在于一个策略、一个操作方式准与不准，应该是盲测的。盲测就跟我们看疫苗、药物一样，是盲测的，就是医生不知道，患者不知道，医护人员也不知道，分成对照组，针对不同的患者同时施予不同的药物，最后把答案翻开，哪一个有效？应该这样子吧。所以我在教当中，我说我们就依照即时新闻，早上几点几分即时新闻出来的这一档股票，我就做这一档。我觉得这是最公平的，这样子会被批评哎。你就知道这个市场。什么怪怪的都有，你能怎么办？你拿它怎么办？那我该怎么讲？所以我的讲法就在于，不要去在意一些市场千奇百怪、无奇不有的方式都不对，返璞归真，把一个很复杂的，我们把它效率追求最大化。所以我会建议你，你面对指数，或者是面对任何一档股票，你怎么办？你就用量价就够了，就量价指标。他再会做股票了，他都骗不了你了。你说这个华新交加就搞哎，他再怎么厉害，他骗不了你，你知不知道吗？啊，你就把这一根抓出来就好。那是不是这一根？啊，这里怎么可以买？当然不可以买啊。那什么时候可以买？当华邦电的股价站上这个价位，你才可以买啊！你这里绝对不能买啊！你说一看就知道了，不用猜，没有，这个就叫同时。那为什么你提供给你的会员是不一样的东西？好，我跟各位报告，我提供给会员的一个叫手机版，手机版这个叫 PSY。PSY 呢，你可以看任何，我就手碰它，任何哦，这个是日经指数啊，你故意选不是啊？我什么都点给你看，这个叫正五十，这个叫零，我底下半仓，底下平仓，啊，也要被四百点，无五百嘛，有四百，
我在这里空，在这里平啊，就这样子空，这样平，哎、欸，这样一天啊，两天啊，两天加起来，日经指数赢1000点，难道做多吗？空哎、欸，那为什么会赢1000？因为这里空可以赢500，这里空可以赢500。问题是你怎么会在这里空？因为这个叫 PSI 正50，这个叫 PSI 正50。PSI 本身它叫做反转指标。他的做法，正五十要空，零轴平，负五十多，零轴平。好，你说你看日经这样不公平，那就不要看日经啊。那你想看什么，你就啊，对不起，但是来，你想看什么你就点什么啊。正五十你就空啊，负五十你就多啊，就每一笔都做，不要怕错。我的工作在于，我会把每一笔对错我就揭露。我举个例子哈，我为什么很多人会骂我？真的啊，真的，很多同行他骂我，什么叫全胜？啊，那全胜都骗人的。我讲过了，我骗人我负责，不是？我要对我的会员负责吧？不是，这个是不是叫白纸黑字？这叫证据耶？什么证据？然后人家讲贪赃枉法，对不对？我今天不实，不实论述，我只把对的公告，错的我把它涂掉，这叫伪造文书。我没有讲错吧？那我要避免人家误会我夸大不实，我是不是应该把每一笔都揭露出来？然后我让我的会员，这是给会员的研究报告，然后会员去检视。为什么要给他检视？因为他才会有信心。很多朋友你在金融市场，然后我们投顾一定是污名化嘛，没跟我讲啊，这老师拢我白讲啦，啊拢讲赢，啊我去做就拢输，我没有讲错吧？缴了一笔钱了，你怎么搞的？哦，多单进场，你也不敢买；空单进场也不敢做，因为你知道，真的做了跟他电视上讲的不一样嘛。那我该怎么做？我能做的，我要向我的会员做报告嘛。那我要每一笔都揭露嘛？那我请问你，我每一笔都揭露，谁在骂我？都是同行在骂我啦，因为他们的操作胜率真的比较低啦，他们做不到，他们就骂我，是不是？元月份，本周就是这一个礼拜，那元月总共到这一天14笔交易输一笔，赢13笔，那请问我有没有揭露每一笔？不是，乌都乌，博都博。我这个揭露在于我要对我的会员负责。你说你现在已经6月了，你跟我讲1月份的事，对不对？1月15再来就过年了，对。那我们不就看2月吗？啊，这不是2月，上面叫5分 PSI， 下面呢？叫10分 PSI， 什么意思？就是这一根 K 棒的时间是10分钟，然后我们就算1、2、3、4、5、6、7、8，哦，这里叫正五十，这里叫零轴，这里叫负五十，这里叫零，负五十这里叫零，正五十这里叫零。我这样做下来，我有没有不管当时的5分 PSI 或者是10分 PSI？ 哦，2、1、2、13。对不对？有没有每一笔都赢？你这样又要批评我，不是你们啦，都是同行啦。我随便，我不，反正我揭露每一笔。他自己做不到，他还敢批评人家这种人，我觉得那个道德有问题啊。这叫1月，这叫2月。我不是要讲我很准哦，我是要让会员去看每一笔。好啦，2月结束了，对不对？结束了，我们去总统计，这3月初嘛，5分钟总共18笔嘛，这18笔都是赢的嘛。好，看底下是不是5分？这是整个完整的2月份。再来。
这是三月，这是三月初，不就三月底吗？手机版底下是不是电脑版？手机版十分钟 PSI， 电脑版十分钟 PSI， 没有错吧？有没有统计每一笔？我说哦，你一这样子可以赢1370点，给你够卡喊嘛，立马赢635点好不好？你不要赢，没有赢到这里，你除以二，你也赢个600点吧。这是手机版，这是电脑版。那统计下来，也是连续18胜。四月，这底下，四月底了，这底下，我说560啦，让你扣100好不好？再让你除以二好不好？你这样子也再怎么不计也有250，我想一笔，这是四月底啊。持续往下看，迈入五月，玩疯，每一笔手机加电脑，就是手机5分10分，电脑5分10分 ，PSI 每一笔，无论是5分10分的电脑，5分10分的手机，玩疯，就是这个叫手机，这个、叫电脑。我这个你白纸黑字，各位会员，这是每一笔交易五月，你说小小美现在迈入六月呢？好啦，所以我们就来统计整个完整的五月份呢、啊。这是4月30号到5月29，总共一个叫做多，对不对？-50叫做多，正50叫做空嘛。那总共有19笔交易嘛。这个多，这个第八笔，这一笔会输，其他的每一笔多单都赢。好，看底下，这是4月30一样到5月29的每一笔交易，每一笔哦，你只要是做空的，你每一笔都赢，也就是说，总共一整个月19笔交易输一笔，安尼成功率无高啥。我公布每一笔也要抹黑我，因为小米这边是六月呢啊，对，好，这是五月，我们来看六月吧。这是不是六月？今天是你在看节目，六月到6月5号嘛，6号、7号对不对？我们进一段广告，针对未来，你一定要把自己如何让自己维持每天都不能败。2分钟后回现场。PSY50 进场 ，PSY 祝福您阖家平安，身体健康，操作顺利。0800555808，0800555808。就加入固德投顾，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立即拨打0800555808，0800555808。各位朋友，大家好，你用看的，我不要讲哈，我很快速把上一段哦，所以特别是会员哈，我们的会员一种是他用手机。操作 PSI 用手机啦，因为我们有个App， 它下载在那种手机，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哈，就是这个，按就一根手指头，你就碰它啊，就打开啊，这样就好了。正五十半空，-50做多，然后我一定会把每一笔交易，每一笔哦，我不会，我一定每一笔都揭露，这样 OK 吗？我保证
输跟赢，我没有办法保证永远全胜，每一笔都对，我不干，但是我保证我会揭露每一笔，这样 OK 吧？好，那这个部分我就因为上一段节讲过了，我就不讲了。这是一月，这是一月，一月份，这是二月，这是三月初，然后这一直到三月底，然后这是到四月底，这是到五月，我们就去统计，一直到五月底，对不对？五月二十九，而是从四月三十到五月二十九的每一笔，总共十九笔交易，从一到十九，只输一笔，这个第八笔，其他每一笔都赢。你一笔赢三十点，你十八笔，你嘛赢五百点，走未去吧？怎么有可能不到五百？六月呢？六月就看吧。好，一样哈，我每一笔都接的哦。各位可以对照今天的研究报告。好，首先，这个叫手机版，就是这个，就这个，就这个，一模一样。有任何夸大不实、虚伪、造假，我就接受处罚嘛。OK， 好，我们来看，刚刚你已经看到。五月份整个月的嘛，对不对？好，我们就看六月份手机版，手机版叫做早盘 ，OK， 就只有早盘哦，因为手机版没有办法支援夜盘交易，所以呢，我们来看六月到目前截止，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有哪里不对？总共一、二、三、四、五、六，啊，四、五、六，对呀，对呀。这是不是六月五号？什么底价？是五十点一八。你如果没有做的，那就做下一笔啊，就这样子啊。一二三四五六，请问你有哪里不对？我有少记一笔，多记一笔吗？这里叫零。你说这里空，这里要平，这里空，这里，或者是这里要平，这里空，这里空，这里要平，这里空，这里要平，你这笔一定赢啦，一定赢啦，你这里空，它打到这里下来呢，怎么会没有？绝对有，一二三四五六。你真正会输这一笔的，六月份呢、啊？但是我们去比对 PSY 是错一笔、错两笔，实际上你的交易你会只输这一笔啊？为什么？因为这一笔你有设停利了。但是不管，我们还是照着 PSY， 照着 PSY 每一笔去做计算，好不好？所以整体上是一二三四五六，你会输这两笔。你说那没有之前那么高，你就继续做啊，不要怕啊。为什么？好，这是十分的手机版。我们再看电脑版，电脑版是早加夜，我每一笔都会揭露，不会多一笔，也不会少一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电脑版的会员，你一定有。那你把它调出来算，是不是总共十三笔？没有错吧？这个叫零，负五十做多，零轴要走；负五十做多，零轴要走。所以这样子一路以来，你会输两笔，早加夜哦，输几笔？加几笔，然后我们去统计，总共十二笔交易，你会输两笔，你说小二敏，那这样子你，五月底到现在第一个礼拜截止，你的成功率没有达到90%，谁说的？不，你看呐、啊，你用十笔输两次、欸，哎。那我如果后面又连八胜呢？不是，我后面难道不能连续八胜吗？那我不成功率不又拉回90%？
那你就做啊，你就每一笔都做，这是十分的 OK。 但新会员过去这几个月很多包括手机版的会员哦，因为手机版没有夜盘，对不对？那后来你又来申办电脑版，那我是不是说记住哦，刚开始操作电脑版，因为时间很冗长，很辛苦。我讲真话，赚钱真的有点辛苦哦。再准的指标都辛苦，你要在那边看呢。嘿，还时间叫你等，8:45，有点没有天亮，你知道吗？哦，做到1:45，稍微休息一下下而已哦。3点一波，到凌晨的5点哎，这时间这么长，对不对？好。这是不是10分钟的？我说，那你就做这个啊。新刚开始使用电脑版，我们手机版、电脑版一律操作 PSY V 这个点正50空，临走就要平 ；V 这个点负50做多，临走就平。平如果赢就是胜，如果平这个临走平输，那就是输。OK， 好不好？好，所以我们来看，这叫1分钟。1、2、3、4、5、6、7，请问几次1分钟 PSY 哦？所谓的一分钟就是一根 K 棒，只有1分钟，只有1分钟。然后呢，我只要你赢10点，还不止啊！这个下来杀40点、50点，不用，这下来就40点。我不要叫你赢遐济，我刚要要求你赢10点就好啊。OK。好，看着它，因为它是一分钟 K 棒，它出现的频率就会高，它就很高。然后我们要看它的成功率嘛，你频率高，你的成功率低，那有什么用？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哦，所有的电脑版会员，请把你的电脑打开，按键盘 M 叫分，一叫一分钟，那你就去看。到今天礼拜五，对不对？我制图截止，请问总共几次正50？1、2、3、4、5、6、7。那这7次，2、3、4、5、6、7，我不要你赢40、50啦，因为涨点嘛，怎么可能赢不到？那7次你也赢了70点，怎么有可能赢不到？那你说那-50呢？好，就来看啦、啊，来算啦、啊，1、2、3、4、5、6，几次-50？6次嘛。那6次-50呢？不是全胜。6+7几笔？不就13笔？那是不是每一笔？不是，是不是每一笔？每一笔，我有没有虚伪造假、夸大不实？不管是手机或电脑，我不在意业者欧北贡啦。你自己做不到，你不要批评人家了。你今天揭露每一笔，你成功率比我高，我就跟你购买参加你会员。我就讲这样子，你做不到，你去抹黑他人，你这个叫从业人员嘛？欢迎各位，包括各位会员，好，你现在是手机版的，我会建议你，你要另外再申办一个电脑版，因为电脑版有夜盘。刚开始1分钟一定做，10分钟也做。那1分钟因为比较轻松，你几点你就把电脑打开，一波5点那就开，一波8点那就8点开，安 OK 不？你几点打开电脑就做，1分钟出现了你就进场，10分钟出现了当然也要进场，照着做。祝福所有朋友阖家平安，身体健康，操作顺利。也欢迎你可以联系我们服务人员，感谢你，谢谢，拜拜。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